欢迎来到大叔新闻台，我们先听第一段新闻。今天是令人悲伤的一天，由于美国的否决，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遭到拒绝，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的梦想被无情击碎，中方对美国的决定感到十分失望。今天是令人悲伤的一天，由于美国的否决，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遭到拒绝，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的梦想被无情击碎，中方对美国的决定感到十分失望。词汇和语法解析。由于美国的否决，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遭到拒绝。由于美国的否决，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遭到拒绝。由于是因为的意思。由于宗教的不同，这对夫妻时常吵架。由于宗教的不同，这对夫妻时常吵架。申请，申请。由于公司破产，他不得不向银行申请贷款。由于公司破产，他不得不向银行申请贷款。由于公司破产，他不得不向银行申请贷款。遭到，遭到。遭到通常会接不好的事情，我们可以说遭到拒绝，遭到反对，遭到破坏，遭到怀疑，遭到批评。由于美国的否决，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遭到拒绝。我们再看下一句。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的梦想被无情击碎，中方对美国的决定感到十分失望。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的梦想被无情击碎，中方对美国的决定感到十分失望。几十年，几十年。几介于一至九之间的数字。公司倒闭了，他几十年的努力都白费了。这里几十年可能是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。几指的是介于一至九之间的数字。无情，无情。他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地击碎了。他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地击碎了。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的梦想被无情击碎，中方对美国的决定感到十分失望。我们再听两次这个片段。今天是令人悲伤的一天，由于美国的否决，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遭到拒绝，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的梦想被无情击碎，中方对美国的决定感到十分失望。今天是令人悲伤的一天，由于美国的否决，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遭到拒绝，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的梦想被无情击碎，中方对美国的决定感到十分失望。我们来听第二段新闻。更令人不可接受的是，
有关国家还在质疑巴勒斯坦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资格，暗示巴勒斯坦是否爱好和平还是个问题。这样的指控未免太过分，对于饱受被占领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民来说，不至于在伤口上撒盐是极大的侮辱。更令人不可接受的是，有关国家还在质疑巴勒斯坦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资格，暗示巴勒斯坦是否爱好和平还是个问题。这样的指控未免太过分，对于饱受被占领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民来说，不至于在伤口上撒盐是极大的侮辱。我们先看第一句。更令人不可接受的是，有关国家还在质疑巴勒斯坦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资格。更令人不可接受的是，有关国家还在质疑巴勒斯坦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资格。更令人不可接受的是，有关国家还在质疑巴勒斯坦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资格。符合的资格，符合的资格，他不符合申请奖学金的资格，他不符合申请奖学金的资格。更令人不可接受的是，有关国家还在质疑巴勒斯坦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资格。更令人不可接受的是，有关国家还在质疑巴勒斯坦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资格。暗示巴勒斯坦是否爱好和平还是个问题，这样的指控未免太过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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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暗示，暗示，莉莉暗示我别惹经理生气，莉莉暗示我别惹经理生气。未免，未免，未免就是实在的意思。你对女儿未免太严格了，你也可以说你对女儿实在太严格了。过分，过分，你这样做未免太过分了，你这样做未免太过分了。暗示巴勒斯坦是否爱好和平还是个问题，这样的指控未免太过分。暗示巴勒斯坦是否爱好和平还是个问题，这样的指控未免太过分。我们再看下一句。对于饱受被占领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民来说，不至于在伤口上撒盐是极大的侮辱。对于饱受被占领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民来说，不至于在伤口上撒盐是极大的侮辱。对于饱受被占领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民来说，不至于在伤口上撒盐是极大的侮辱。对于饱受被占领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民来说，
不啻于在伤口上撒盐，是极大的侮辱。饱受之苦，饱受之苦。该国80%的人饱受贫穷之苦。该国80%的人饱受贫穷之苦。不啻于，不啻于，不啻于就是不亚于、不止的意思。连年的战争，对无辜的儿童来说，不啻于是一场毁灭。连年的战争，对无辜的儿童来说，不啻于是一场毁灭。对于饱受被占领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民来说，不啻于在伤口上撒盐是极大的侮辱。好，我们再听两次这个片段。更令人不可接受的是，有关国家还在质疑巴勒斯坦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资格，暗示巴勒斯坦是否爱好和平还是个问题。这样的指控未免太过分。对于饱受被占领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民来说，不啻于在伤口上撒盐是极大的侮辱。更令人不可接受的是，有关国家还在质疑巴勒斯坦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资格，暗示巴勒斯坦是否爱好和平还是个问题。这样的指控未免太过分。对于饱受被占领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民来说，不啻于在伤口上撒盐是极大的侮辱。重要词汇：由于，由于 ，due to。申请，申请 ，apply for。遭到拒绝，遭到拒绝 ，be rejected。暗示，暗示 ，to imply。未免，未免 ，a little bit too。饱受之苦，饱受之苦 ，suffer from。好，我们最后再来听两次整段新闻。今天是令人悲伤的一天。由于美国的否决，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遭到拒绝。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的梦想被无情击碎，中方对美国的决定感到十分失望。更令人不可接受的是，有关国家还在质疑巴勒斯坦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资格，暗示巴勒斯坦是否爱好和平还是个问题。这样的指控未免太过分。对于饱受被占领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民来说，不啻于在伤口上撒盐是极大的侮辱。今天是令人悲伤的一天。由于美国的否决，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遭到拒绝。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的梦想被无情击碎，中方对美国的决定感到十分失望。更令人不可接受的是，有关国家还在质疑巴勒斯坦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会员国资格，暗示巴勒斯坦是否爱好和平还是个问题。这样的指控未免太过分。对于饱受被占领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民来说，不啻于在伤口上撒盐是极大的侮辱。